两只兰花龙，来一个性感的刺身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没有杀生啊，我是让他自己那个啥的，自己挂掉。对，我是等他挂掉了我才拍的啊。然后还有一种海鲜，它就叫刺身，刺身就是生吃的，别再骂我了。买了两只2000块钱，所以说给我个双击。如果有热门的，点个关注啥的啊。哎呀，来大静，好嘞，几百一口，馋一馋你们。刺身要小点口。嗯嗯，啥味儿啊？料味儿啊？不，哎呀，真好吃！扒一扒不就行了吗？嗯，你干嘛舔壳子呀？我扒不开，主要是。你扒这个，扒这个。嗯。哎，脑子能吃吧？管它能不能吃，能吃。这个花纹是蓝色的，活着时候更鲜亮。哎，哎呀，脑还有脑，我脑我把它吸溜了，来，按一个。你不要放料吗？放点料吧。哎呦！不太会吃，理解一下，理解一下，装回去。脑浆都爆了。装回去啊！没看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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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看到。咔，重进。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来。嗯。哎，我放点那个调料。你妈溜的要完了。挖、哎、一下。好嘞，这是脑浆子，行，好，行。来，哎。你干你。